好，师傅，看看吃什么？咸饭、牛肉跟石榴，谢谢啊。支付宝到账16元。牛腩汤加咸饭18块啊，谢谢。微信支付收款18元。一号来，谢谢啊。爱画画的牛肉哥。这就是生活与梦想的现状，这就是走不出去的诗和眼眶。阿姐早，这个就是庄家，他卖牛肉卖了几十年了，非常棒啊。我叫李忠良，93年初中毕业，16、17岁呀，就从那个四川德阳的一个小县城，跟着那个打工潮嘛，一堆人来福建打工，就写那个港式茶点，一直上到21年选择出来，开一家牛肉馆。咸饭、牛肉跟石榴，谢谢啊。牛肉馆就是我们的生活呀，保证我们的一日三餐，保证我们的平常开支啊，各方面啊。梦想呢、啊，当时是我们从小就喜欢画画啊，因为各种原因你没有去学这个，但是我们没有把它抛下来，大部分时间呢就是自学。一边是生活嘛，一边是爱好嘛，开小店这是生活，爱好画画这是向往。我们是在小店里面走不出去的诗和眼眶。哎，师傅你好，看一下吃点什么，有咸饭、粉面套餐。来一个这个牛筋肥牛双料面吧。哎，好，那你先坐一下，马上啊。挺好啊。爱好。这个颜色都不错啊。这张好，这张好，这张画挺好的。但这个向日葵还挺有表现力的。好，慢用啊，谢谢。其中奥妙就是忙里偷闲。你看我从早上忙到1点多的时候，我就拿起画家出来，我画一个小时，画半个小时就觉得很舒畅。我一边也可以画画，一边也可以做生意。顾客来了，我马上就放下来。毕竟还是以牛肉面为主，但是也不影响我们开店，也不影响我们有所爱好、有所追求。那你这个从事这个艺术多少年了？好像毕业之后就也画了10多年了吧？哇，对对对对。其实我就很羡慕，很。觉得你们挺棒的，我就觉得很专业。你看看你什么时候有空的时候，可以去我工作室坐一坐啊。好好好，对啊对啊，感谢感谢。因为我一般也比较有空。你跟各式各样的人聊天啊，和他们对话，你会就感觉好像精通不同的人生一样。可能幸福的故事都大致差不多，但是不幸的各有各的不幸。我太太是2019年，她生病。走了，基本上我不愿意提及这一段事情。人家要是问我为什么画向日葵，其实向日葵也是很孤单的。之前有一段时间画的东西都很灰暗。这个两颗星球，其实表面上看它是月球和星球，但是你也可以看它是两个世界，走不出来。我很怕一个人独处，很怕一个人下班的时候一个人关在车里面回家，我很怕。但是现在慢慢的走出来了。你准备好，爸爸来接你了，应该20分钟以后就到了。好，不会，太好的。首先，我是一个父亲，我要照顾孩子，我要照顾家庭。人生大多时候是没有意义的，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追求梦想，为什么要去追求生活，就是想把没有意义的人生活出意义，过得有意义。用我的这个故事和这个话去。让更多人感觉到生活很有希望，让别人感受到有光。踏遍青山往事休，归来符号印心头。人生8万4千梦，意向无声一念收。
我年龄是48，但是我觉得我的心态好像很年轻，然后我就一直感觉我应该还来得及，我自己经常对自己说我应该还来得及，我要把家庭照顾好，把生活照顾好，重新再来。我很喜欢听这首歌，它就是很豪迈，天生打不死那种感觉，路上荆棘很多，但是我们还是要一路前行的。哎，你好。哈哈，你好，先坐先坐，我先洗一下杯子。好好好。啊，这个工作室，不错不错。钟声响起，归家的信号。有一句话叫渡人自渡，其实很多时候要靠自己，靠自己。我们就做一个普通人，做一个享受普通人的快乐就可以了。其实什么最幸福，就是你无病无灾，没有大是大非，你就很快乐。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，迎接光辉岁月，风雨中抱紧自由。谁又能做